魔要不法要的战挖我争。们家花园呢、啊？是没有哦，太箱多了，子太可多以了，对不买起，对啊？不起，对不起。二零是不是？有你宝石。家里有人哦。没有没有，我这宝石召唤出来了，召唤出来，召唤出来。阿布，我举盾。来了。哇，一堆感觉很强的都丢一丢了。他堵我们家了哎！太扯了吧！哇，还一个爆炸，被炸死了。召唤。如果我是有几率会凋零的话，那我是不是1.8打他比较好？四没有吧？没有没有，有一些基础伤害，基础吗？就是一要造成，就是如果看那个几率的。哦，要造成两颗星。哦，所以还是有啊，还是要好好的输出。嗯，这我马，哇，我的马，好痛。快死了！自己注意哦，注意哦！什么水晶？什么？全队赚钱！送到敌方家五十块。你那骑马的很莫名啊！好玩，骑马。中间200有了。我发现，二零。啊什么？刚刚不是大混战吗？然后我手上刚好拿速度剑，我现在速度是永久的，你知道吗？我不用拿在手上。哇！啊？为什么？难怪他们感觉有些人速度也是超快，说不定也是。他们也卡 bug。速度效果现在是卡的。凋零。我不用拿在手上也可以。应该是游戏的 bug。凋零。我想尝试看看能不能叠其他的，我叠看防御的好。好。要。当时就是那丫丫气死我了。丫丫来了，还有力量，还有力量。召唤到马。哦，没有吧？因为你穿30，不行啊，这个在太前面了，很危险。那鞋子有加速。好水啊，那没事。鞋子有加速，为什么鞋子有加速？钻石装。哦，钻石装，哦，这么强。真的吗？钻石装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效果。哦，他是不是捡到了？他捡到了啊！可恶。他捡到了，他捡回去。在这里打也比较危险啊。哎，小雨哥，我们要剪刀，我们要赚分啊！剩一点点时间。是没有剪刀哎，好惨。没。或者是炸弹炸那个。花园也是不错。我把被炸飞了！喷泉中间喷泉也是不错。喷泉吗？啊，怎么是剩这种几块的、啊？有上去弄了。雕像呢？雕像好猜吗？不晓得。不好猜。那个喷泉跟花园啊，我在尝试杀手呢。喷泉感觉挖了很多嘞、欸！哎呦哎呦，加分！ No.加分！我在尝试把守卫杀掉。好。这样剑皮会重生，应该快一点。凋零你！助灭。那个嘞，热气球，你感觉很难。热气球挖太久，没剪到，没有剪到，不用挖。热气球这时间应该拆不了。哎，这个旁边的这个好好挖哦。那是什么？你家有效率？我去挖。我也来了。上面有人在弄哦。有了，我在熊树大战。鸭鸭。上面有个鸭。谁啦？哦，我再加一个守卫。好。这也太痛了吧！一下我就啊，我死了。哦，我去，你们挖下面，我挖上。那个先走一直到。这个三滴血。好。花园重生了，把钱也可以拿去换那个炸弹。嗯，录音开炸喽！哇，关两三下又把他劈倒了。拿斧头比较痛。嗯，我的马。那不是你的，那是婆婆的。那是我的马。哦，所以你的马也可以给我们骑哦。可以哦。哦，可以啊。这是对的吗？对。干嘛？国王给？那这样我会召唤一堆马，然后我不骑马。
可是骑马其实又不会有特别力量，就只是骑着而已，爽吧，爽一下而已。帅啊，帅就完了，帅就完了。现在要猜东西啊！有啦，我要猜他们的林肯像。林肯像。有人要去扎花园、哦。哎呦，庭院弄掉了，哦、这里还有一点装哎、欸，为什么？家里的复活还有吗？哎、欸，我被炸了，我被炸了。复活？现在复活基地还有吗？哦，好多人。复活那个吗？复活基地。对啊，复活基地。哦，建筑啊。哇！我们不够灵魂呢。我们都是直接那个、哦、直接复活出来，建筑物也是直接出来。哎、欸，那么我正式复一下。那个花园还有一点没炸掉。花园。哇！他们全部倾巢而出了。哎、欸，国王，我们竟然庭院还可以再来，庭院还可以再来哦。全球暖化，曝露太阳会受伤，很伤吗？太阳，很伤哦，非常伤，还是什么？超伤的。哇，现在没办法上分了。因为我在凉亭上面挖，你只要头上有东西就没事了。对。头上有东西。对，头上盖个遮蔽物，继续工作。二零要被揍了。啊、要多久才结束啊？我、哦、还在工作，我还在工作。搞不好游戏结束都还没结束哦，就游戏结束。对啊，这世界很扯。也不会，我精密计算了。精密计算，精密计算。我国王死掉了。在哪里啊？欸、可以捡哦，可以捡哦。中间是吗？还是？凋零死了。知道在哪？凋零石应该是在太阳下，但是太阳底下、啊。我看到他们国王，可是没看到宝石。哦，我看到宝石了。我看到宝石、欸。我捡到，但是很刁，我被刁死了。你在哪里？在哪里？他们的花园，他们的花园。我看到。有点难过去。不行，中间难对太多了，中间难对太多了。我无敌有用吗？我无敌对这个凋零有用。有。哦，有用，可以受伤，可以受伤，他复活了，还是没有伤害，他复活了，这么快，他要再凋零了，还在凋，哦，完了，他们该出一个道路好了，不行了，想捡装，可是过去好难，是花园吗？这边，我在跳不起来啊，哈哈，好棒哦，好棒哦，不是难，给你点石头。速度回来家里一点！哎呀，又死了！硬装！哎，凋零无哎，凋零无数哎！他们凋零无数啦！我想说，我又没出去，这没办法。嗯，这个吗？不是啊，我知道，我把装备凋零没有到我桶，反正都要出来了，就行动吧。没有，凋零有两个等级有差，那是凋零死掉了。我死了十次，我的装备掉阶了。他们凋零巫术真的没有那么痛，对，太阳的比较痛。没关系，等我们再十几次就可以灵魂了。我们那个凋零没了，凋零巫术没了啊！只是现在还是有太阳啊，好烫哦！我要把我推出去哎、欸！我天哪、啊！有没有死完？有，欧博啊！太痛了！哎、欸，我们有15点的那个、喔，等一下也可以用凋零巫术哦、喔。有，那等先结束了，马上用啊。等，因为前面有一只丫丫，嗯，那只丫丫把我杀掉的，就是他小白。小心，来了，他爆破，他爆破，嗯，爆的真好。他可以等我们呢，怎么办？啊，我没有吃的，没有。哎，他没有用，他没有用啊，真的。对，国王，加油！国王，退后，退后，国王。我在哪里？哇！我死掉了！你怎么可以死？啊！被带走了！钻石被带走！没了，不会！我打掉！被带走了！碎哦，碎哦！这边喷泉！杰克碎！啊！没办法！三点爆！我来！这个，我那波波，你凋零巫术先用。二零，我刚刚是不是捡到你的天梯啊？啊，你用？哦，好。
啊、我看到他们光，我看回杀。好、啊，快点，那个在燃烧的右边，哇、哦，有死了。我去捡他光宝石。好、啊，我捡到，我退回家。哇，两百分。哎呦，我吓死！对，碎！碎啦！宝宝，你在哪里？宝，你在哪里？没有，这不是。好吧，我回不去了。没关系，你继续努力活着，我把他们光宝石捡走，我们现在加分。我帮你打。宝宝。我帮你打。宝宝回去，帮我回去。宝宝回家，家里见面，家里面交。家里面交，好。没事，这里都自己人。敌人我会射。有人来了，没事。耶！有发法给我的弓。会。哦，是个金苹果。发弓。尽量买东西，诺英，尽量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们光在炸。那个拆这边，然后放中间。哦。这样定可以吗？哎，对，我是那个。是哪个？我拿宝石。掉。好。装备没了，哎，啊，结束了，碎，哦，惊险，哎呀，大，这个是什么神秘的属性战斗啊？太多有趣的技能，对，哎，重点是我刚刚死了掉阶，然后去捡，然后一堆属性都没了，好可惜。对啊，我就直接全部消掉了，全部消掉。连锁凋零，我觉得那个速度很强啊，速度好强，跟不上。雷电很强，应该是雷电太扯。雷电是有状况，雷电需要修理一下。凋零感觉还好。哎、欸，那个肆虐获得力量效果是获得多久啊？嗯，我看一下，看一下。现在大家都要玩各种属性战斗了，真的完了。没有，这次我们玩出很多很多东西要改啊，五发哎，要大改。可是他要先杀死人，10秒，10秒哦，10秒也还好。力量，嗯，力量多少？力量四，那超强，那就是把人家打残，然后用这一把枪啊。而且他只是肆虐一而已，如果他提升就是60%了吧？哎、欸，我的跳那么高，力量是太扯了。他只要力量是很强哎、欸，只要叠到第一次，那接下来就可以狂杀了，大杀特杀，无刷。哦，没有，因为虚弱。杀完之后，对，杀完人也会有虚弱。哦，对，虚弱。到底谁是作者？忘记啊，虚弱五秒之后还有5秒的力量啊。嗯虚弱是5秒还是10秒？五秒，对，所以还有后面5秒。你谁才是作者呢？到底？对。我以为是王国之战，原来是元素之战啊！亡命风逃，魔法剑士，哎呀，太难。还有召唤，哎、欸，今天真的是各种魔法、欸，哎。重点是那个把宝石给。电不见、打雷不要有就好了，打雷问题打雷出打雷打雷会打到自己啊我不知道是被队友这电死还是怎样好了休息啦好啦，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次的王国之战二之元素之战如何呢？怎么忽然间，哎呀，大家都开始一堆的元素剑，速度、力量，不够看，还有什么虚弱、凋零，甚至打雷，连国王宝石都可以电不见，敌人的墓碑直接电爆出来，是怎么回事？哎呀，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王国之战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并且订阅我们，咱们下回再会啦！大家拜拜。